澳门三月赌收录得195亿，按月微升 5.5%， 中场杀数头三位，银河稳守冠军，杀数按月微升至到21亿，不过仍然差过一月杀数少少。威尼斯人依旧排第二，不过三月杀数是今年首季之中最高的，录得16亿5千万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美斯未攻回三月不保季军席位，被新濠天地以超过14亿追上了。据了解，其实两个场都是叮当码头，三月杀数都是相差无几。虽然美斯三月跌出三甲，实际上美斯的赌台只得351张，比新濠天地少成100张赌台的。而入围杀数排名三甲的赌场都是围绕路氹区的中场，实际上澳门区的中场都是斗得你死我活的，可以说是出尽奇招吸客。早前社交平台流传一段疑似在星际赌场里面有多个 showgirl 围住赌台跳舞的片，外宴较早之前亦都报道过，其实就是赌场搞的活动。业内人士就说，基本各个场间唔中都会搞下啲送礼物俾客的活动，不是咩特别的事。只不过当日有客中了5000元泥马，星际就安排几位惹火的女郎在赌台边跳下舞助下兴咁咯。据了解，有其他场都试过送出过10000元甚至系20000元的泥马都会有。在澳门区博企和卫星场的降低门槛送房的抢客战当中，有传拥有超过500间酒店房的星际亦已经有所准备加入其中。另外，作为地标的新葡京真的很吸引人流的。据了解，新葡京平日人流超过20000人，而假期更超过30000人。